是不是？桃花啦，桃花啦，巴黎沙，巴黎。别人有家人释出了香港的花絮，当张雨绮在后台准备时，突然跳起 New Jeans Super Shy， 还直接改编成超市促销的版本，这招还被苏杭学到 Work 都去了呢。Super Shy， Super Shy， 在唱歌的领导，我不会怎么管的。Super Shy， Super Shy， 桃花啦，桃花啦。之后，雨绮和维娟莫名的展开一场殴打大战，结果没想到两人越玩越嗨，雨绮的鞋子直接被踢飞出去，还打到工作人员，相信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了吧。I am a good boy，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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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孩子们真的永远都有着用不完的活力，等不及有家爱的释出更多的花絮啦！